我们有 x 加2大过4，所以 x 大过4减 2，x 大过2，然后 4x 大过20，x 大过20除 4，x 大过5，所以我有2跟5，大过5和大过2同时符合的就是 x 大过5。然后我这一个搬过去，x 小过等于减六加三，x 小过等于减三，然后我就有3x 小过等于五加四，3x 小过等于九，所以 x 小过等于三除三了，所以在这一边我有减三跟三小过等于，然后再小过等于，所以我的这一个是 x 小过等于减三。OK，好，来，接着我这一个搬过来，2x 大过减 3，x 大过减3得2，这个搬过来，9x 小过等于18，x 小过等于2，所以我有减3得2跟2，它大过等于减3得2，小过等于2，所以我的 x 呢是在减3得2跟2之间，黑点有等于有等于。所以它是减三百二跟二之间，这一个搬过来，5x 小过5，x 小过一，然后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有 3x 小过等于减 3，x 大过等于减一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减一跟一，它小过一，然后大过等于减一，所以我的 x 在减一跟一之间，包括减一不倒。不包括一，然后这一边我把它搬过去，所以 5x 小过20，所以 x 小过4，然后 7x 小过12，x 小过12得7，所以12得7呢，其实是一，这个是一又五得7，所以我的这一边是一又五得7，还有4。所以它小过4又小过一五个七，所以我拿到的是 x 小过一又五个七。然后这一个我把 3x 搬过来，5搬过去，我就有 6x 减 3x 大过5，3x 大过 5，x 大过5个3。哎，没有，这边还有一个14，我刚刚没有看到。大过14减 5，OK，so。6x 减 3x 大过14减 5，3x 大过9，所以 x 大过3，然后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然后 13x 减 9x，13x 减 9x 大过等于 4，4x 大过等于 4，x 大过等于1，所以我们有1跟3，大过等于1，大过3，所以我 x 大过3。符合条件的是这一边，x 大过3，好，就是这样。